不应该接这个通告了。麻烦两口，两口。戒盒可以不用粉圆面。好好好。算优惠，优惠。要静静，刘万顺。好，刘万顺先来。所以现在开始吃，对对对对。选一碗。一碗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就是两口。哦。两口，对。两口，一口就喝完了吧？对嘛。哦，什么？这哇哦！哈我是因为鱼露，是因为什么打出来？对的。我可以加一碗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要验证用。看仔细了啊、哦！好，第二位，你们想看谁试吃？卓轩。好，我也很想要这样干杯，但好像有点危险。我有危险，有点危险，对，你会喷出针。这个没办法，喉咙借过，冷静点。好。还把它喝进去。两口啊。哦，两口。啊，两口。我开玩笑。哎，金枝姐，汤喝汤就可以了吧？两口，反正两口。要带料，要带料。不喜欢吃粉圆吗？嗯，有一点。不应该接这个通告了。麻烦两口，两口。戒盒可以不用粉圆面。好好好。这算优惠，优惠。好。那我觉得可能尤安顺吃到的是正常的，他可以整碗吞下去。我觉得他演得太夸张了，是吧？他后面那个是因为他后来补演的，补演的，吞的还蛮顺的，然后后来觉得这个加演下，就拍着拍着还补戏就对了，对对，补几个镜头就可以。导演说要补几个镜头，说刚才有点不对，有点少，不够，所以多讹了给一按两下，对吧？科导，好，我觉得尤安顺跟张静之是难吃的，好，你认为卓文萱吃到正常的？我的是吃的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演，他明明吃到了，演没事是吧？或者是他遮掩不住，他真吃到了，他演他盖不住。对，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我觉得张静之似乎他不知道，因为很少来吃这个东西。谁常吃这个东西？谁吃过这个？对啊，我也算第一次来。尤安顺跟卓文萱两个选一个吧，因为他有鱼露有味道，所以我们得在这边决定以后才能出去吃。赢的人决定尤安顺还是卓文萱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蔡卷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最输。你出去吃，那没办法，你最初你出去就代表了我们。你这一走去这一趟路三步路，你就要决定，你就要讲，然后是谁？我要吃正常那个。对，你猜谁吃到正常？谁是演出来？好，我还是照原来的意思。哦，这来哪里？哎，有点这个。OK。好吃，如何？好吃，好鲜。